案例一，质量50公斤的凯凯在转动周期是20秒的旋转木马上，若旋转木马的旋转半径是4公尺，则凯凯的切线速率它的量值是多少？我们现在题目知道凯凯质量有50公斤，周期这个 T 是20秒钟，而现在旋转半径 R 等于4公尺。切线速率跟周期有关系的 V 等于 T 分之2派 R， 所以我们代入数字 T 是20秒，分之2派 R 是半径4公尺，所以4/8，所以20分之8等于5/2，因此5/2派，这个是切线速率，公尺除以秒，所以有5/2拍。第一题 B 的答案。第二，凯凯的向心加速度量值是多少？向心加速度 A 等于，因为我们刚已经算出了速度，所以我们用 V 平方除以 R， 所以 V 平方是5/2拍，这个的平方除以 R 是4公尺，所以算出来5的平方25/4拍平方，再除以4，结果分母这个4跟分子上面这个4约分，所以等于25/拍平方，这是加速度公尺除以秒平方，所以向心加速度是25/派平方， A 的答案。第三，凯凯受向心力是多少牛顿？向心力 F 等于 ma， 我们已经求出了向心加速度，所以把质量50公斤乘上向心加速度是25/派平方，因此结果等于2派平方牛顿，所以有2派平方牛顿，这个第三题猪的答案。